这里是青豆咖啡，我是青豆。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竹柏的养护啊。竹柏呢又叫椰树、罗汉柴等等，是古老的裸子植物啊。它的叶子翠绿且美观啊，并且呢植株常常散发出一种淡淡的清香啊，对于净化空气、抗污染和驱蚊都是有很好的效果。竹柏呢原产于我国的江西、福建、广东、湖南、台湾等地啊，喜欢温暖湿润的半阴环境啊。竹柏对于光照的需求不高，耐阴，切忌烈日的暴晒啊。平时呢我们只要把它放在那种散射光的地方即可，尤其呢是夏季啊特别需要注意，否则呢容易造成植物的枯萎啊，有一定的耐寒性。竹柏对于土壤呢有一定的要求啊，需要那种排水性比较良好、肥沃的那种腐叶土是最好的。然后呢我们可以用通用土加沙质土或者河沙，不管是哪一种啊，我们都可以加入那种腐殖土啊，或者是丙肥啊，或者是粪肥等作为丙肥啊。竹柏呢浇水啊不需要特别的多，然后呢我们也不幼苗期啊，竹柏的根系啊是比较脆弱的，一般呢我们干透浇透就可以了。平时啊我们注意增加那种空气中的湿度啊，然后浇水呢不能用直接的自来水，最好呢先放上2到3天左右再浇灌。竹柏呢是喜欢酸性土壤的，平时我们浇水的时候可以往水里滴一点点醋啊一起浇灌。松柏啊对于那种肥料的要求啊是不高的，因为呢土壤中呢有充足的底肥啊，所以呢施肥并不是最重要的。加上呢竹柏的生长速度不快啊，就算薄勤施那种肥啊也不会加快它的生长速度啊，一般1个月左右啊施一次肥水就可以了，这样呢就可以让它叶色更加的翠绿。今天关于竹柏的养护到这边介绍就结束了，你还有其他更好的意见吗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哦。大家喜欢点击关注，每日更新，拜拜。